跟大家说一件事儿，我再来九九三，在这一秒之前，我去吃了顿饭。吃完饭之后，我这肚子憋得难受，想去上厕所，又没有时间，所以说我现在不太好过。这个衣服差评，下一档给你换个性感一点。整不好，我一会儿整不好，一会儿我肚子有点难受啊，憋得慌。如果跳跳舞蹈的时候跳的不是很到位呢，大家不要介意，行吧？打个广告，看舞蹈就在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左上方有一个五星舞学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。妆没化好，行，就先这样吧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点一点，不要老是叫人家大脚。手机用户头顶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大家把这个黄色的爱心点亮，点击麦序一号麦、二号麦的关注，谢谢。衣服差评，好吧，下一档给你换个性感一点的，你停我也没用，肚子不太舒服，找个舞蹈跳一下。好好好好，哎，那你们帮我扣个六啊，我这个本来呢就不太得劲儿，容易分心，大家不要在公屏扣大脚，谢谢。先跳可爱的，可爱的跳完咱们再换种风格。
送到票的，感谢大家送的个人票，还有那个公共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只要个人票。哎，没有事了。小肚子，你可别说了，我一点小肚子都没有。你想上厕所啊？太难过了，还有八分钟。谢谢大家把直播时通知我这个勾帮我勾一下，我现在官方我能上厕所吗？你这话说的了，我每次我是职场的，吃完饭之后就得上厕所去。憋着，休息个十秒钟，咱们继续下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时间你们应该说点好听的来安慰我，例如说宝宝，你们应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知道吗？我就喝一口，我没喝多嘛，人家只是喝了一口而已。哎，兄弟们，给大家换一种风格吧，换一种就是比较有力量的这个舞蹈，换一种风格啊。行，谢谢。闭嘴，讨厌鬼，你们飘了。哎呀。公屏帮我扣个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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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
下去了，再这么跳下去要出来了，太尴尬了。还有两分钟，休息一下，打个广告。没有蛇，不行，我要跳一个温柔的，再这么蹦到出来了。这个位置有一个真爱团，大家帮我勾一下。哎，求长空老师把这个嘘嘘这个拉出去斩斩首，太过分了，趁人之危。这个位置这勾帮我勾一下，一号麦二号麦的关注点一点，预约通知预约一下，手机用户点击头顶那颗黄色的爱心。太过分了，你们是不是飘了？没谁了。那孙子们，咱们来跳一个温柔一点的，不温柔不行了，要出来了。公屏帮我走一波六六六，快点！咱们就开始，跳着跳着我就下去了，谢谢大家。Come on.等一下，第一个动作给忘了，重来一遍。Come on, let's go. 나는너만보여줘 아무것도 필요없어 함께 할 수 있다